世界每一个角落，表现拢无输人，咱的民族无输人。但是，咱的历史吼，介悲惨，因为咱拢去用历史上拢去用压迫，拢去用吞的，好人才拢走，因为带袂掉，拢是因的体制内底，你讲真个，吼，有的去用掠去关，啊，有的去用掠去清洗，所以真侪历史人才拢。用外国，你爱历史家看咱台湾人来做回台湾人的灵魂。因为我写我要用我的母语落去写，我毋是袂晓写华语，是我无爱写，因足济人在写。我要用我的母语，是我来当调整，我会记记记吼。啊，就讲找回台湾人的灵魂，找回台湾人的感情，唱台湾歌，讲台湾人的故事。就是我音乐创作的理念啦吼。我们开始个今仔日呢，因为咱呢来人无济啦吼，啊，大家拢年纪确实差不多较偏向退休，所以我选的歌曲会较无同款，会较偏向亲情这个部分，也是故乡情，吼，对亲情这方面来呢，可能会较适合咱即马这个场啦吼。我开始呢，想要来介绍一首诗。这首诗是有一个住伫台南市的年纪真济一个诗人。伊老公迄阵咧写诗，拢爱足小心的，唔敢讲真，说讲文影写啦。尤其住戒严时代，所以讲阿嬷有什么样的心情？台湾人呢，伫遐摇，啊摇袂起，摇四百年，也搁伫遐咧摇袂起。这个王孙呢，那个永远就袂大汉。喂，这麦克风是不是调起来？卡细声。喂，这声量两调。喂喂。OK， 你好啦吼，安尼好啦。这首叫做《笑啊笑》，有阮乖孙爱困爱人摇，有阮王孙爱哭爱人摇，有阮王孙呢爱困。爱人摇，阿嬷慈祥的声，摇着不在世事的伊，阿嬷安古早，又加钱嘛。阿嬷心情就摇，咱这孙仔拢袂大汉哦，但咱这阿袂加钱哦，阿嬷就是，伊讲等人有一天大汉哦，两万代志哦，家己会当独立啦。摇啊摇。You are out in my
上的声，摇着不知世事的伊，伊是阿嬷心内的梦。改名叫做陈雷啦吼，其实伊本名叫做吴金如医师哦，伊本身住伫加拿大多伦多哦，吴金如医师啊，伊汉话真好啊，因为有阵我拢会写一挂诗吼，叫我来谱曲。伊老公这首诗呢是三十年前哦，三十年袂当等于台湾一贯的心情。咱所知过去台湾的姐姐优秀的精英，伫海外留学生，也是真值得。哦，会思想有思想的人，对政府官员有一挂批评的言论，结果拢变作乌名单，袂当倒转去。啊，所以写这首诗，看到是茫茫的海水，思念是远远的故乡。三十年飞鸟在流浪，故乡啊，我的故乡。闻到是芳芳的花蜜，风吹是静静的故乡。一两丛莲雾在开花，故乡啊。我的故乡，照亮是白白月光，出日是美丽故乡，三四角稻啊在结穗，故乡啊，我的故乡，听着是轻轻的笑声，做梦是细汉的故乡，五六只田鸡在耍水，故乡啊，我的故乡，踏着是青青的土地，希望是永远的故乡，每一遍心内在叫你，故乡啊，我。永远的故乡，看着是茫茫的海水，思念是远远的故乡。三十年飞鸟在流浪，故乡。我的故乡。
政治犯呢，其实是受到日日咱教育的。哦，伊即摆已经差不多九十岁，差不多我未来美国进前的一礼拜才往生去。伊呢，二八事件时就入去沃德坎的北条的爱河，尾仔叫偷去出来，所以伊家在内底一增加叫北条。哦，我伫讲这是真实的代志哦。啊，我要写这个剧的吼，其实是一个老师，钢琴老师，住伫虎尾。伊确定下来出来，伊讲王老师，我听讲你专门咧写本土音乐吼。啊，我有一首诗吼，伊讲这是一个政治犯，伊在翻译的，唔知会当来普及。我听讲伊这首诗呢，日本人有在提起普及，我讲伊真好写日本。啊，但是听起来音乐无像台湾人的灵魂啦。所以讲起文化，这样去顶他写哩啦，叫做画出回小刀，伊有天入去回小刀。阮阿伯想欲将家己的人生结束，天顶含情的月娘，亲像梦中阿母慈爱的目睭，年年春去，年年秋，目屎何时休？梦中的形影如早前，白发已经一渐渐飘零，满腹的郁闷。悲愤的心情波动，亲像太平洋的海影。天光又过一日的苦行，黑暗声
袂当见光面。夕阳红红太平洋，海风微微真温柔，亲像梦中阿母安怡的双手。年年春季，年年秋，思念无时休。母子看到江月娘，生死难相逢。肩胛沉重，烧烫的石头，亲像打起台湾人的冤罪。哦，天青云开也会见月，脚过黑暗总会过。啊，下面这段是我才加入去啦，吼、哦，就是，哦，有一种有杂插一段。父母亲，父母恩。天下父母心，活起来，活起来，活出火烧岛。哦，这是一首真感动人的诗啦。何志松呢，所写就是诗。我为着要写这个金碧了解伊的故事，我特别走去台北金碧看守所去找伊，伊伫遐咧做义工啦。啊，何志松其实口才无好，这可能甲小辉发这了许多句吼，伊的表达法较袂晓表达。但是听讲伊文笔足好个，写日文啊，写汉文足好写，哦，啊，但是伊迄个表达能力并无真好啦，啊，所以我有参悟到这段，我写到伊故事，哦，先甲家己个分享这段历史。Thank you.
月亮，世事难相逢。而我把阮烧烫的石头，亲像家己台湾人的厝，年轻分开也会。为了情谊，伫山顶修甲变成紫色，无做牛食，魂来做伴。阮的生命亲像渣落，要将过火放袂记，却在梦中雨水滴，点点徘徊山风入去。啊，今世袂将再相会。这内底呢有几句写了非常好啦，就讲无做牛食，魂来做伴。阮的生命亲像渣落。迄早时落露水，见着光就无去啊！所以我的生命亲像早哦，未使见光啦，见光就叫灭了啦。所以这段感情真短暂，啊，佫未使见光。要将过火放袂去，要将迄个迄朵花啊，迄我心爱的人放袂去啊吼！却在梦中雨水，煞梦中煞时常在滴流目屎啦吼！常常徘徊山峰绿叶，就是讲，伊要离开的时候，是山顶送伊花。迄、那个卫兵师兄伫脑海内底伫徘徊，不过呢，今世袂当搁再相。西欧娜娜。
上结花万花开，却在梦中雨水滴，点点白花双叶叶，今世袂共再相会。写文章甲写歌词无同款，歌词是真简要，两句话就会将表现迄个意思，哦，无同款。所以下面我要介绍这首叫做《海上的乐园》啊，哦，这是写讲朋友这么水，哦。夜伫台湾珠闪烁烈烈光，乌色的岩壁，白色海沙墘，海水清，海风凉，美丽景致充满诗意，日出日落，五彩满天边。船的声，海鸟啼，亲像梦，亲像诗。平湖啊，平湖，台湾海上的乐园。哦，哦，你虽然说，夜伫台湾海角的岛屿，亲像珍珠闪烁掠掠光，乌色岩壁。白色海沙边，海水清，海风凉，美丽景致充满诗意，日出日落，五彩满天边，船的声。
上的路，台湾海上的啊，所以我若每一遍来美国唱歌较早吼，伊拢要求我头一条爱先唱这条，尤其爱荷华大师，伊这首就是伫阮学校写的，哦，叫做《那是到乡村》吼，哦，那是到乡村，就爱落雨迄时阵，大雾的山仑，亲像姑娘的温顺。那是到乡村，爱见黄昏的时阵，你看，海墘的满云，半天通红，像我粉。那是到乡村，唔免见时阵。哦哦，那是到乡村哦，就爱好天的时阵，出帆的海船，有时驶远，有时近。那是到乡村，唔免惊时阵，等待的歌若唱起啊，等待的歌若唱啦吼，一时消阮的心魂。
亲像姑娘的温顺，嘛是到乡村，爱情黄昏的时阵，你看海墘的斑纹，半天窗红啊，就所以过去真济好社会，无影无食的物件哦，即马已经拢破功，拢无路用啊啦。就是将人心计化，啊，拢无影无食的代志。啊，像讲怎解招啊，啊无成功。全世界上好台拢的传人就是这两个，这个这两个拢比中国的民族比钱啊。这毋是真空式的物件吗？啊，迄就是拢。咱们学习就是美国这款立国的精神，自由、民主、博爱。这是美国立国的精神啊！美国只有两百年，世界上强国家，哎，有伊的道理嘛。咱们学习就是这好物。伊国家做成不是用系统，不是用中国，不是，伊是包容的。世界好文化，伊拢包容，这个国家的富强嘛。政府真真正正在做代志，所以美国出足侪政治家，建立真好的制度，比这世界上安定、上富足的国家，全世界。啊，所以真侪即思想，就是互即统治者洗脑，互你无思考的能力，一代好统治。哦，当我要讲即，毋是我今日讲政治主题，我是你讲，你个现象，即毋得歹物件在提掉。中国要求就是，毋通再讲白贼话啦。中国未进步就是，拢讲好社会，规套拢好社会。中华是伫反对即款的物件。下面我们要介绍这首《白兰花》呢，就是讲咱当过去这些年的牺牲。我到今仔规个思想开放，像阮即款个囡，恁若较早嘛是爱掠去枕头个，吼、哦！你只是个统治者，因为伊是神嘛，无人替看顾。自己生根，自己发酵，自己芬芳，忍受雨水，受尽冷风，踮在青山中，悠然开出美丽可爱笑容。白兰花，白兰花，花蕊开甲满满是，唔惊冷风，唔惊酸冻，踮紧石旁中，春夏秋冬。花开花谢在美国，别人花，别人花，台湾人啊，台湾人，咱自由民主的花蕊开甲遮珍贵，哦，开甲满满是，哦，唔惊冷风，唔惊，所以
生在台湾，死我嘛咪死在台湾啦。哦，所以灰灰灰下在阮的故乡。啊，即个但伊即个民族的族性，讲咱过去咱的历史就是安尼，咱一步一卡就是安怎。其实台湾人较优秀呢，全世界上善良的民族，我听讲台湾人是全世界上善良的民族。咱已经来骗服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咱的表现无输人啊！哦，所以咱家己要有这个民族的自信心，台湾人做台湾人是真骄傲的哦。兰花生在青山那来，无人在看顾，树皮生根。收好水，收真冷风，踮在青山中，犹原开出美丽可爱的笑容。地兰花，地兰花，花蕊开甲满满是。少年人可唔知道什么叫爱金，爱金这款物件是农业社会，有当虾米带囡仔去做事吼，总按包条咧、白白咧吼，啊去城里去做事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爱金吼、哦、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啦吼、哦。所以这首诗是安尼写啦吼，爱金爱金，一条破破的爱金，是阿母请阮的故事，行路做工。爱阮落田，阿母毋捌化忝，化艰苦，孤孤单单，日日夜夜，对阮出世，爱到阮会晓行。哦，武汉的温情，绵绵爱，大汉才知阿母的伟大。哦，其实歌词是足简单了。爱金，爱金，一条破破的爱金，牵起阿母请阮的故事，行路做工，爱阮落田，阿母毋捌花点花。艰苦，孤孤单单，日日夜夜，
咱才知阿母的伟大。
就像阿嬷的爱吃落海底，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，用目屎掺伊心爱的人讲话，卡莫梅。一滴一滴烧红的火，暖阿嬷的海墘，几多年经过海风扇打阿嬷的胃，不过阿嬷知影，总有一天。一顿爱海豚参与三可能咱们是歌词，伊是讲哦。长江啊，牵金线，不知软在寒，夜白白，坐金岸，行过水残花。长江啊，牵金线，不知软在寒。单亲的歌啦吼，啊，这是李仁旭在实际上女性，哦，伊我记得跟伊阿段呢，母家辈也经过咪得忧郁症啦，因为较早是一阵家家户户跟伊一摊煞费一摊呢吼，一个无钱是跟伊愈来愈少，是到尾啊，一个无钱煞早甲无半啦，所以母家辈也精神上容易起笑，所以尾啊吼有去教会去信主，啊，你教会时阵呢？
伊伫约一个单亲啊，啊，总写一首诗啊。啊，我含伊二十几年冇见面，有一年参加我朋友邀请吼，一个募款餐会。可能看到，哎呦，王老师，啊，你是走地做去？哦，啊，你人拢失踪去安尼？伊我知比比酷啊，可是比比酷，我迄较早就无咧用啊，啊，我都已经离开，我较早在唱啊，所以二十几年冇见面。哦，看到我的心情嘛，哎呦，王老师，我想问一件代志，拜托你吼。我写一首诗吼，你会当给我普及袂？信拢袂，我是真惊。人讲女人四十，哪会敢无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影，只有祈祷上帝赐阮有情命，卖搁再花感情第二摆输命。哦，这爱情吼，这明明袂输咧跋筊咧吼，头一摆正着你知？所以第二遍袂输咧跋筊咧，讲上帝你再赐我有情命吼，卖搁花感情第二摆输。啊，其实这个天呢，有一撮感伤。啊，我阿妈即马现代人咪唱啊，这感伤是过震动，你知道？所以我改变迄个节奏，再改变八三路啊，听起来那个趣味趣味的。啊，无原底听起来。一人唱歌也是真孤单，三顿歹过我嘛，甘愿承担。即马人听到安尼哦，听了会。心肝受过震动啊，你呐，啊，所以我就改了。一人车行却是真孤单，三顿歹过我嘛甘愿承担。半年半行，一年一年过，手机啊才知头路，已经出别山。心心拢袂挂，是真惊。女人四十，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，已经心头疼。记得上帝心事有情影，莫再予我感情第二摆。目的就是讲吼，